地球的点缀 Russian 的个人频道，剑南蝶园拍摄，位于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自强隧道旁北安路、剑南路的周围。公车自强隧道口，捷运剑南路站一号出口都可以抵达。剑南蝶园出入口步道景色。栀子花果实，紫蛾幼虫，园内景观景色欣赏。三芙蓉，
石斑木。台湾灵球花，虾米。生态水池区。浮萍太多，布满水池，无法看到清澈的池底有什么。
玉带凤蝶。蘑菇凉亭区。又叠植灾区。山茶花。黄柏昂与紫豆林树枝休息中。风景好美。黄柏昂在想，他想回到大自然之中。黄柏昂，放我走，放我走。蛇梅花。
宝贝鸟在不错的大自然树木造景中休息。灯蛾幼虫，圆锥大青。
月桃。结束。